大家好，这里是暖洋洋电取暖桌电器有限公司。现在我为大家介绍我们工厂，这是办公室，这里是员工宿舍，这里是我们经常打篮球的地方，旁边是我们的餐厅。在我的正前方有三座超大的工厂车间，右手边是组装车间，最中间的那个是原材料仓库，左手边这个是原材料加工车间。现在带大家去参观一下。对了，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还有一条小溪流从我们工厂穿过。我们这里种了很多树，花花草草，是园林式单位。这就是我们的组装车间，这里摆放了非常多的桌子配件，桌腿、桌面、踏脚、电器部分，所有的都在这里进行组装。这里是我们的组装生产线，把骨架放在桌子上，把不锈钢面罩放在骨架上，拧上螺丝，把光波炉安装上，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，把各种控制面板装上，还有电路线器材固定好。然后封上这个黑色的灰尘密封胶，这里就是把四周的包边给包上。现在正在组装的是上部的发热部分，陶瓷远红外线发热部分。这种远红外线非常健康，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朋友风湿骨痛有非常好的祛湿作用。现在这里是检测，出厂之前每一台机器都会做检测。刚刚是用遥控器控制的，出厂之前会把所有的桌面内部外部全部用酒精清洗干净。将管脚用泡沫包装好，然后把桌面打包好的产品我们全部放入这样一个3000平方米的仓库。这个仓库非常大，可以容纳20000台电取暖桌。我们在这里备货，随时供经销商还有终端客户提货。现在我们进入原材料加工车间。
这里有各种不锈钢贯通铝材、不锈钢铁、不锈钢片。在这里我们完全自给自足，制造所有的部件，所以我们能够非常好的控制成本，控制质量。这是方通，这是加工好的部件，这是取暖桌骨架所要用到的方通，还有盖板。在这里，在这里所有的方通将被焊接成骨架，这些不锈钢脚踏板、不锈钢脚踏板在这里重压成型。这里是铝材的切削加工，这里是模具加工车间，This is the mold work area. 这里是打磨车间，焊接好的这些不锈钢在这里打磨。